不要跑，给我站住！你不追我就不跑了。还好吧，都快。华，这边。哎，华，你哥干嘛要追着你跑啊？ 还能有什么事？这是之前你闹穿我男朋友的事情，穿帮啦！真的穿帮啊？难道我还骗你不成？你看我哥那样子。那完蛋喽！你哥估计又收拾我们了。哎，肯定要挨收拾了，逃不过了。那怎么办？现在我不担心我哥骂我，我担心我的大闸蟹怎么拿回去煮。你真的是哦，那准备挨骂了，你还想着吃？哎，管他呢，吃饱了扛走，走，跟你回去煮大闸蟹吃。哎，我不想去。 走啊，怕什么？我哥估计还在到处找我呢，赶紧走。嗯，好吧。哎，我到处找什么？我还不如回家守株待兔呢。哎，阿斌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监控，我哥在不在家？嗯，你家什么时候还装了监控啊？这是我家最近安装的360户外球机6L的顺彩夜视版监控，平时不在家的时候，大大提升了安全性。 以前我家装的是黑白摄像头，而且一点也不清晰，灯打双眼也看不清。它全天都是彩色画面，不管夜在黑也是全彩。500万的超清像素，不仅可以轻松的拍清人脸，甚至可以通过闪烁的声光报警，而且手机远程喊后还能吓退对方，安全性再好不过啦。昨天晚上我哥很晚回来，我在监控里看见他鬼鬼祟祟的，生怕他查询我爸妈被收尸呢。有要监控的可以点击评论区自己链接下单安装哦。这个可以哦。 哎，阿斌，花到底在哪里啊？哎，阿斌人呢？完了，中了他们俩的诡计了。哎。 家里也没见人呢，奇怪了。这大闸蟹太香了，花花，你果然诡计多端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形容我呢？这叫聪明伶俐，怪不得你单身哦。嗯，对对对。估计我哥现在在家找我们呢。留他慢慢找吧。